热热热这么热的天儿，出这么多的汗，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可怎么办？班还得上，孩子还得接，麦子收了再不收割恐怕被淹。这么热的天儿，费这么多的电，空调一会儿不开就会汗流满面。游泳要票钱，空调要电钱，用什么样的方式称量最呀最省钱？